詹 Sir， 上次帶你嚟曼谷移民好之後啦，搞到個個香港人咧都想買翻間曼谷樓喎。今日我帶你再睇第二個樓盤，好唔好啊，詹 Sir？ 嗱，詹 Sir， 今日又嚟同你睇單位啦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一房一廳嘅設計，實用面積咧有270尺。入到嚟點先？嗱，感覺唔錯嘅，正話都驗咗兩個單位嘅，一個就安排，一個自己靜雞雞入去嘅，咁80多分，原來唔錯嘅。其實呢個單位咧，都係講緊50-60萬嘅港紙咧，已經可以做六十萬。香港近來個居屋都90多喎。係啊，呢個幾大聲？幾大聲？呢個單位咧，實尺就270尺，已經有一房一廳嘅設計。你睇下，其實呢個價錢咧，入到嚟咧，所有嘅家私啊、電器啊、裝修全部齊曬。270多尺，嗱，有個廚房、廁所，呢個廳都夠闊，牆都夠大。實用都 OK 啊，咁仲有咩吸引先？因為呢個地方咧，其實都係傳統泰國人住嘅地方，其實未來仲有好多發展。咁啊，最緊要咧，呢個樓盤咧已經而家啦，已經係鐵路沿線，對面大商場，去未來中泰高鐵嘅大站咧都唔使半個鐘頭。係咪真係咁吸引㗎？嗱 ，James Sir， 你唔信，我帶你周圍行下。好。